我嘛唔知陈延龄是做啥物嘢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是这条歌呢，伫个啊，才三四个月前，还是两三个月前出来的时阵哦，
我就是要来分起来跟大家来分享哈。我写一些我的歌单哈，在我的歌单的里面哈，歌单名单里面。可是呢，就经过了已经好几个月，所以一直到今天呢，才把它拿来跟我们分享。因为以前有很多歌要选，所以就一首。这首歌有时候就拿出来唱一下，拿出来听一下，拿出来唱一下。但是呢，也不是顶好唱，所以呢，一直到今天呢，才把它抓出来哈。本来想说那拔蜡掉好了，可是又觉得非常的可惜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里面的内容哈，就在写一些可能就是阿嬷。一寡孙仔辈啦，讲个一个话，一寡敢款式的物件，还是该做的道理，安尼感觉哈。结果呢，我感觉这条歌呢，我听起来就好像是自己的妈妈，她在跟自己的小孩子讲话，那个感觉哈，所以听起来非常非常温馨哈。所以呢，无论如何，还是要把它学起来，跟朋友们来分享。今天终于可以把它唱出来了哈，跟朋友们来分享哈。这首歌呢，我唱的是女生的基调，女生的基调，也是春美会的第696首不同的歌曲哈。这几天呢，因为我可能是吃饭或者是说晚睡，所以我的声音呢有一点点的沙，就是稍微的比较沙一点点。我以前有说过，这种的声音在我，在我呢是算很少有的，比较少有，所以呢，唱起来呢，这种有时候有这种声音的时候，真的。很少有，所以有时候唱起来会比较不同的感觉，不同的味道哈。所以呢，我也会很珍惜有时候三不五时有这种的声音哈。但是这种声音呢，有时候唱比较高亢的感觉，比较唱得不上去，但是无所谓，反正就是感觉那种感觉哈，真的不常有，所以我也会好好的把握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就来录歌哈，唱这首歌起来，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，声音有一点比较没有那么尖利哈，没有人尖哈。感恩你订阅的呢。一路以来的支持哈，你们的支持我会持续的加油哈，696首哈，剩下4首就会到700首哈。如果是新认识我的朋友哈，喜欢我频道还没有订阅的话，我是阿 K 呀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多多留言。想要听什么歌曲，就在尽可能学起来跟朋友们来分享哈。OK， 我们就下一首歌再见，撒油了呢，再会啦，拜拜，晚安。